一欢彩妆小课堂来啦，原来古代也有美白粉底哦。淑妃揣载后，魏燕王很是嫉妒，不仅仅是嫉妒她怀孕，更是嫉妒她的好容颜，于是便买通太医，在她的药里加入两味药，让淑妃脸上长了不能消下去的雀斑，想以此来让淑妃再也不能美美的伺候扎龙。可是她却没有想到，仅仅是一点粉便让淑妃脸上的斑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淑妃真是天生丽质，虽说有孕脸上有斑，可生了孩子一敷粉也看不出什么。提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古代美妆榜 TOP 白铅粉啦。白铅粉洁白细腻，还不容易掉妆，就是啊有点费人。